然后我们走啊。也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，开始加速成长。春季如何助力孩子们的成长大计呢？看着小家伙脚步轻快，活力满满。当然运动很重要，比如篮球运动，不仅能锻炼孩子的协调性、灵活性，还能助力孩子健康成长。当然别忘了运动过后要补充足够的营养哦。说到营养，还是选择 QQ 新春高铂精装奶粉，每100克奶粉里添加了150毫克初乳碱性蛋白 CBP， 提高钙的吸收。还有每100克就含有1210毫克的高钙，再搭配维生素 K2 加维生素 D 加乳清蛋白，三种钙吸收组合，强强联手给孩子补足营养，让孩子茁壮成长。奶源来自伊利自有牧场，珍惜新鲜 A2 型生牛乳所含的贝塔酪蛋白，只为 A2 型，亲和小肚肚，吸收起来没压力。还添加六亿活性益生菌加 GOS 益生元组合，肚肚更有活力。还有每100克里含有65毫克乳清蛋白，暖脑子护力。伊利大品牌，喝起来奶香浓郁，还是零蔗糖，不用担心伤害牙齿。哥哥们的鼓励是弟弟最好的动力。